动画片要开始咯。今天登场嘉宾是10月1日至7日上午关注 CCTV 第一动画乐园新鲜动画大揭幕。来，宝宝，看这里。你家是否也有熊孩子？常常给你惊喜，或者惊吓。他是小杂技演员，看我表演，还是未来摄影师？现在只要上传以下内容，就有机会在这里展现量身定制漫画明信片送给你。你家萌娃会成为漫画主角吗？侠义的化身，熊大熊二。那我呢？没你事。